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884页倒数第二行，中道自然。请看经文：外入迟缓，内读实际，融融虚空，实得其中，中表相应，自然言真。这个后面呢，还有四个字，是后面第一句应该放在这个地方的。啊，简练短止。这是一段啊，简一段子。我们看注解啊，迟缓，迟滞，持续，按序之意。这个序就是缓慢啊，不着急啊，它跟环连在一起，意思相同。啊，念老给我们解释，宽缓之意，啊，按序宽缓，故迟缓者叫安闲、沉稳，而不紧张，不急躁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这是表现在外面的。修行，修什么？不能不知道。修是修正，行是错误的行为，不当的行为，要把它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行为范围非常广大，佛法把它归纳为三大类，就是身、口、意，啊，行为再多，不出这三大类。身是造作，啊，口是言语，意是念头，我们起心动念，
错了，要把它修正过来。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，大家把圣贤教育疏忽了。古时候在中国从小就念圣贤书，就懂得修炼，懂得不违反伦理道德，不违反父母的教诲，不违反祖宗所立的规矩。一个家庭从上到下通通要学。古时候中国人的家是大家庭，现在一般人很难理解。什么叫大家庭？没听说过，没见过。大家庭是兄弟不分家，姐妹是出嫁了，兄弟不分家。我这个年龄，小时候，大家庭还普遍存在。我们自己家就是个大家庭。但是到我出生，我们家已经败了。也就是兄弟分家。不在一起了。中国传统的家就没有了。我父亲在外面谋生，他是公务人员，我们住在乡下，住在姑妈家里，我的姑母，我父亲的姐姐，他们家还没有分家，兄弟十个住在一起，很大的一个村庄庄园。一家人，上上下下，我记得的时候，还有将近200人，住在一起，在中国现在的地图上还能看到，你看到乡下，这一家是王村，那一家是李村，那一家是张村，那就是一家人。没分家的。抗战之后，胜利以后，没有了。抗战期间还有。战后没有了。八年把我们中国的家毁掉了。再没有大家庭了。大家庭规矩很严。所以能管一个家庭，中国古人叫齐家，其实真齐。你这有个家庭，人虽然多，兴旺的一个家庭七八百人，很衰的也有200人。如果没有规矩，这家就乱了。所以他有家规，他有家法，有家规，有家学，有家业，家学就是教育，那么从小，这一家人里面的大人，都要为孩童做最好的榜样，
让小孩从小就受家庭教育的熏陶。啊，家教是什么？现在诸位知道有《弟子规》，《弟子规》是家教里面最重要的一门教科书。啊，里面总共1000多个字，内容讲了113桩事情，都是每一个人从小到老都要遵守的，叫家教啊，啊，家学。家人修养啊，父母尊长大人做样子给我们看啊，这个地方是讲学佛。我给同学们做个报告，我第一次见到张家大师，向他老人家请教，我们年轻不懂规矩，表现出来什么是心浮气躁，与这个地方讲的完全相反啊！大师怎么教我？大师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看了半个多钟点，我们那个浮躁的气迟缓了啊，这个心定下来了，老师才说话，只说了一个字，有。我们听到有，心里面马上就紧张起来啊，那个浮躁的动作又出现了。习惯嘛，从小没人教过啊，这么多年离开家庭在外面流浪，啊，找一份工作收入只能维护自己最低的生活，日子很难过啊，佛法也不是那么容易懂得的，因为从小受的教育除了在乡村里头那一段时期之外，看到了伦理道德因果啊，毕竟还是太小，10岁就离开家庭啊，那在社会上看的跟家里讲的不一样啊，但是家庭那个基础概念还是有啊，但是外面环境影响很大啊，不能不受影响。啊，所以经上讲的这几句我们完全违背了，没人教你啊，张家大师这个教学方法啊，你提出问题看着你
等到你心平气和，浮躁的样子收敛了，他才肯跟你讲话。为什么？这个时候，你的精神集中，这个地方讲，融融虚空，实得其中，钟表相应，自然验证。老师才真教你，你能听得进去，你能够不怀疑，能够接受。如果心浮气躁，不能接受。老师跟你讲的真教，这个耳朵进去，那个耳朵出去了，实际上不在意呀。那个讲是白讲的啊，所以张家老师大师的教学方法还守着古人的规矩，啊，心浮气躁不跟你谈话，到你整个情绪定下来了，这是才可以。啊，他说的话，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，而且认真去落实，它起作用的。啊，我们学会了求学，怎么个学法？学会啊，圣贤的学术。要用真诚心，没有诚意，不必说了没用处。心不清净也没用处，心不尊敬也没用处。所以基本的条件要真诚，要清净，要恭敬。啊，这样接受真的利益，不会忘记，会依教奉行，那就落到修了，就是修行了。修行这两个字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，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叫做修行。啊，行为很多，无量无边。啊，佛把它分成三大类。第一个，起心动念。念头。是意业的行为。身口意就是心，心理行为。啊，这个最重要。第二个言语，第三个身体，身体的造作啊，不符合伦理道德就是错误的，不符合圣贤教诲这是错误的。要用圣贤的标准啊，在中国主要的标准就是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不多五伦是讲关系，啊，父子有亲，亲爱呀，
把这个放在第一条啊，啊，宗教里面大慈大悲就是情爱。情爱从哪来的？大慈大悲来的。西方宗教里面神爱是人，爱心从哪？爱心从神那儿来的，神圣的。啊，第三就是圣贤教诲，特别是宗教教育。啊，中国自古以来五千年圣贤教育，西方这么多族群能够延绵到今天，靠宗教教育，社会有秩序。啊，如果都能够遵从，人人都能够接受，从小养成好习惯，这个地球是极乐世界，这个地球就是天堂。啊，你看到每一个人都是行善积德，没有过失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遇到的这个社会啊，就是现在这个社会，细心去观察，地球人生长在地球人，他想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干的什么？你细心冷静观察，就明白了。啊，明白什么？这不是人道啊！人道的标准，在中国传统是五伦五常。啊，五伦是：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现在这五个字找不到了，亲亲爱没有了，啊，夫妇有别，不同的任务没有了，啊，君臣没有道义，领导与被领导。啊，长幼也不讲朋友，也不讲信用。五伦乱了，五伦乱，天下就乱了，社会就动乱了。啊，五常五伦是道，不是哪个发明的，不是哪个创造的，自然的。啊，五常是德，道德了。德五个字：仁义礼智信。仁者爱人，推己及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现在在社会上看不到了，人没有了，
啊，人跟人的关系就是完全讲利害，啊，不讲伦理道德。义是正当的行为，是如理如法的行为，也就是说与伦理道德相应的行为叫义也。啊，理理没有了，现在谁讲理？啊，理没有了，社会也就乱了。啊，智无知啊，现在幕后一个没有信用，不讲信用，人学会了骗人，啊，仁义礼智信没了。中国过去做人的标准就是五伦五常，五伦五常丢掉了就不是人了，人跟禽兽没有两样，人比禽兽高的就是懂得伦常道德，啊，最后讲到八德，啊，四维是礼义廉耻，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现在的社会大家把这些东西丢掉了，没有人学，没有人讲，也没有人真干，所以现在的人苦啊。啊，古时候人乐快乐，乐从哪里来的？乐从伦理道德里头来的，与地位不相干，与财富也不相干。孔子没有很高的地位，也没有财富，生活勉强可以过日子。啊，学生当中，颜回真的是贫穷，穷到三餐饭都成问题。啊，但是颜回跟孔子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场所，你看到他都是笑容满面，欢欢喜喜。他那个欢喜从哪里来的？啊，尤其是颜回，但是朴隐，那是真正的贫穷啊，但他乐。孔子学生三千人当中他最快乐的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快乐与贫富不相干，与地位高下不相干，从哪来的？夫子给我们解答了，《论语》开头第一句，孔子说的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说就是喜乐，是从内心里面往外发的快乐，那是真的快乐，
那不是假的，那是圣人之乐啊。古时候读书人羡慕孔颜之乐，孔颜之乐是圣贤之乐，是佛菩萨之乐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是出生在王子，他要不出家，他继承王位，国王啊，国王的位置放弃了，让给别人，自己出家去做苦行僧，日中一事，树下一宿，晚上休息上来，找一个树底下打坐。啊，每一天休息的时间4个小时。啊，也就是他们休息的时候，他休息打坐。晚上10点钟到2点钟，这4个小时叫中夜。啊，中夜是休息的时候，就静坐。啊，2点钟就起来了。啊，起来是。起来用功，有参禅的，有修止观的，有学经教的，学经教是背诵经典，啊，净土宗是念佛。什么时候起来念佛？2点钟就该起来了，拜佛念佛啊，念到天亮啊，天亮至这个时候，出家人就准备去徒步，啊，徒步是上午，一般8-9点钟就要出去了。出家人住在山上，住在河边，没有房子。啊，起来之后，洗脸漱口，自己做早课。早课完了之后，出门去徒步。啊，所以他们居住在乡村，都是不是太远的地方，就是徒步方便。啊，午餐是11点半以前吃的，不能过12点，过12点。就要破斋了，斋就是日中一时，这是佛的规矩。啊，不能过中，中就是12点，要在12点以前饭吃完，啊，钵洗干净，这个时候
是释迦牟尼佛教学的时候，啊，讲经教学，同学们修学佛讲，啊，或者是村庄里面、读书里面有这个法语，有人请你去讲经。这些弟子们，谁有缘谁都去。啊，这是回报。债主就信徒，信徒们对出家人财供养，供养一钵饭，他所需要的。啊，衣服破了，供养一件衣服。啊，生病的，供养他医药。那出家人，出家人供养佛法，讲经教学，帮助他入门，帮助他对正法的了解，帮助他们修行，这是法布施。啊，出家人对在家人法布施，在家人对出家人财布施。很有秩序，是社会大众的好榜样。这些人都是善人，为什么？他们持戒，他修定。啊，定不在形式，在没有妄念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就是定。啊，起心动念，定就没有了。分别执着，那就造业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经理就教给我们，外面你看，这些出家人修行人迟缓干什么，都是慢慢的，啊，不慌不张，啊，可是里面不然，内度时期，啊，时期注解里的时候是急速快啊！啊，急者近期，急速，那么求道心切，啊，老师昨天讲的，有没有听明白？有没有落实在生活上？那叫真修行。啊，听到佛法，而佛法跟自己的生活不相干，跟自己的事业不相干，跟自己待人接物都不相干，那不叫白学了。学了真管用啊，你只用上法喜充满了，啊，真快乐。啊，所以无论是讲经，是修观，
还是修定？啊，甚至于背诵经典，研究讨论，啊，这些课程大概都是在下午托钵之后，啊，把这些餐具都洗干净了，都放好了，这时候课程就开始。师尊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，啊，他有次第。首先讲阿含小乘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半小学。啊，小学多久？12年。扎根教育。我们今天小学6年。佛陀的小学12年。啊，我们的中学6年。佛陀的中学8年。讲方等。啊，再提升大学，啊，现在的大学教育，从本科到博士，啊，在本科了，3年、4年，啊，一般都是这样的。那么，释迦牟尼佛的本科。22年，啊，最后8年那是研究院，啊，大学学生成菩萨，中学学生成阿罗汉，成辟支佛。啊，小学毕业就证阿罗汉果。啊，大学是菩萨，从大学提升到研究所就成佛。啊，或者我们称它化身菩萨，那都是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所以你要把这个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释迦牟尼佛是什么宗教？他跟一般宗教不一样，他是教学，他是学校啊，依照佛的教诲，这就是经六论，这些典籍，修正我们自己起心动念、意业的行为、心理行为，啊，修正我们的言语、议论，修正我们的身体的动作，一举一动，合乎规矩。啊，最重要的是心清净，我们的经体上半段是讲的果报，下半段讲修行。啊，先说果，后说因。这是佛法常见的，为什么受苦你妈喜欢呢？然后就告诉你，你想得这个苦你应该怎么修。啊，无量寿经的经体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，这是果报。啊，
大乘是智慧，圆满的智慧，无量寿是德行，最究竟、最圆满的德行，无量寿啊，谁不欢喜？你要不要智慧？你要不要福报？真正的福报是无量寿啊！庄严是一切都美好，一切都称心如意。学佛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就在这里啊，经题上就表现出来了。怎么修法？清净平等就啊，清净是阿罗汉，是佛教的小学，重视清净心啊，平等是大乘，方等般若啊，是大定。觉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是成佛了啊。我们也可以这样看法，清净是阿罗汉，平等是菩萨，觉是佛，三个学位。怎么样才拿到这个学位？清净心拿到阿罗汉的学位，平等心拿到菩萨的学位，大彻大悟拿到佛的学位。这是佛教三个学位的名称，人人都可以拿到，人人都应该拿到啊！要用什么方法？那这段经文很重要。啊，这个里头六句啊，24个字，这很重要。啊，我们看念老教导我们的，外入痴患，内读世纪，这两句知其表现于外者，宽缓安心，混入无思，你看他多自在啊！这是外面，中国《论语》里头记载，孔夫子学生对老师的赞叹是实在的，不是假的啊！孔子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你看他，你能看出来温良恭俭让，跟这一句对照起来看啊，表现于外面，夫子是温和善良，你看这里宽缓安心，混入无思啊，若无其事，悠闲自在啊！啊，夫子讲的更具体，温和
善良、恭敬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你看到的恭敬啊，接近、谦让啊，谦虚，样样都能让人，让是不争的，争不好。外国人，我早年在美国看到信徒家里的小朋友上幼儿园啊，父母都叫小孩要竞争，不能落在别人后面啊，所以小孩从小压力就很大啊，父母希望他成绩好啊，希望他样样都比别的同学强，这个教育不好啊。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，小孩叫忍让，从小就要教啊，忍让在向上提升，谦让啊，谦虚谦让再提升，礼让从小让到底呀，没有给人争的，所以这个社会哪来的斗争，哪里来的战争，不可能的 啊现在斗争战争到处都发生，处处都是战场，怎么得了？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争竞争多苦多辛苦啊！啊，争到又怕丢掉，争也苦，不争也苦。啊，老祖宗不是这样教给我们。儒跟道都没有讲竞争，佛也没有讲竞争。啊，如何能在一生生活当中过得安闲无事，无人于争，无争于事无求，安然无事就得到了。生活所需很少啊。啊，真正学佛，生活简单，一天吃一餐饭。啊，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，我跟他十年，看他的老人家一天吃一餐。啊，他告诉我。他从30岁的时候学佛，一年多他就学日中一式，所以日中一式他几十年了，吃的很少啊，工作量是普通人5个人的工作量，也就是说他一个人所干的事情是5个人干，他全饱了，没有助手啊！那一餐行吗？我跟李老师的时候，我33岁，
啊，不，三十一岁，啊，33岁出家。我那个时候吃两餐，晚上这餐断掉了，啊，没出家之前就断掉了，啊，所以从两餐进入到一餐不难，啊，我吃两餐吃了有2-3年，啊，我就吃一餐，学历老师，啊。但是我第一餐比他吃得多，他山东人喜欢面食，啊，告诉我学佛的人一天一餐两餐面食营养比米稻米高，啊，他劝我吃面食，啊，我每天小馒头要吃3个，1块钱1个，一餐饭要3块钱。老师只要2个，他一餐饭2块钱，台湾钱。啊，台湾钱每斤1块钱，换台湾钱换好像那个时候34块。你就想想，啊，老师一餐饭只要2块钱，1个月6块钱，啊，这个1个月60块钱，60块钱大概只有每斤1.5块，你说他自不自在？生活太简单了，太容易了。啊，满心的欢喜，我一个月伙食要90块钱，他60块钱下去，这我赶不上他。啊，我是吃到第8个月，我才告诉他，老师问我身体怎么样，我说很正常，他桌子一拍，永远做下去，一生不求人，人道无求品自高啊！你妄念多，希望得到的很多，那很苦啊！啊，通通放下啊！一点点，我们生活就能够很正常的活下去，好啊！啊，33岁出家，我26岁学佛，啊，到33岁出家，7年的，这个7年我在台中。跟李老师学了13部经，啊，这13部经都能讲，啊，这里面有《金刚经》，有《普贤行愿品》，啊，有《阿弥陀经》，啊，所以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，就接受。一些居士道场邀请我讲经，啊，讲经教学相长，啊，受戒之后感觉到这13部经不是大经的，我再回到台中跟李老师住满10年，啊，学2部大经，啊，楞严经学圆满了，从头到尾，我听他讲一遍，
我也能讲一遍。啊，以后学华严。啊，华严是经典里面最大部头的。我听他讲八十卷的，我听他讲第一卷。第一卷听完了，后面我都能讲了。啊，我离开台中，回到台北，在台北讲华严经。啊，一生教学讲解，乐此不疲。没有给人剃度，啊，虽然问我你有没有弟子，没有，只有听众，啊，尤其是最近二十年，我们用网络，用卫星电视，这个工具好啊。啊，所以听众很多，他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。我才有清闲自在。这是我学印光大师。印光大师一生没有跟人剃度过，为什么？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末法，人的根性不如过去，善根福德因缘都不能跟古人比。啊，你要剃度，你要负责任的。所以我这一生只有同修，我们共同来修学佛法，共同来学习净宗。啊，不敢跟人剃度。他要能成就，以古人为师就好。啊，这也是李炳南老居士教我的。啊，我们自己真能成就，真有这个缘分，可以。啊，我们没有这个缘分。没有寺庙，没有道场，啊，到处流浪，啊，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做，啊，我们要自己这一生当中真正过道。诸佛菩萨古圣先贤读书乐教学乐就好，啊，学生能不能成就，实在讲只要你具足老实听话真干，你肯定有成就。啊，印光大师一生没道场，
这是我跟他学的。为什么？有道场，你要管人，你要管事，你要管钱，就完了。你能不生烦恼吗？你能天天法喜充满吗？做不到啊。喜乐对人有真正帮助啊。人喜一生快乐，喜乐不容易衰老，健康长寿啊！念念为人，为正法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道场，他可以收徒弟。那个时候，善根深厚的人多，今天善根深厚的人太少了。啊，跟我真正发了大心，跟到我，跟个一年两年走了，很多。我看到这个情形，我还敢给人剃度吗？不给人剃度，这正确。啊，我们要学海心，这一句佛号认真好好地把它去念，将来往生不必要人助你，跟他一样，我自己念佛就走了。这是我们的好榜样。啊，所以表现在外面安心无私，可是内心里面兢兢不已。怎么兢兢？念念相续，心心无间，心就是念，念念相起，念念不间断了，不令刹那失照，刹那是念头断了啊，短短的时间，一分钟，一秒钟，这念头断了，念头断了生什么呢？妄念起来了。这就错了，一定要照顾好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，绝不叫它暂时中断。这个人叫真精进，这样念佛功夫三年就能够证得功夫成片。啊，功夫成片得到之后，真有戒定慧的功夫。啊，向上提升。事业心不乱，为什么？这个提升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啊，不是生凡圣同居土，而是生
方便有余土。啊，方便有余土里面是四果罗汉他们修学的处所。如果再向上提升，提升到理业心不乱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这当然是最好的，生十宝庄严土，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的宝身呢。啊，如果是六道凡夫功夫成片往生，生凡圣同居土，这地位很低。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四土三辈九品。啊，像一个圆满的学校，有研究所，有大学，有中学，有小学。啊，但是无比殊胜的是阿弥陀佛的愿力。啊，到那里确实有等级啊，但是待遇是圆满的。待遇是相同的，生活待遇跟等觉菩萨平等，用等觉菩萨的标准，让每一个往生的人，下下品往生的人，都是等觉菩萨待遇，这还得了啊！啊，都是内院的待遇啊，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都跟等觉菩萨差不多，所以他有能力到十方诸佛刹土去参学、去供佛、去闻法。啊，像是阿弥陀佛一样，阿弥陀佛是现无量身，分无量身，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往生的人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有阿弥陀佛的本事，分身，也分无量身，像阿弥陀佛一样，到十方诸佛刹土去供佛，去闻法。这个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从来没说过，只有极乐世界有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？往生极乐世界可以说等于成佛，距离成佛很遥远，等于成佛。佛的智慧、佛的德能、佛的神通、佛的快乐，全有啊！这个太难得了！啊，你真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你能不去吗？啊，我们今天想去，可是又不愿意离开此地，那就是什么？对此地没认识清楚，对极乐世界也没搞清楚，
你要把这两边统统搞清楚之后，态度完全不一样了。啊，我们再看底下的解释：融融，融融者，合同之意，和睦。同心，什么心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是化身菩萨的同心。如果还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是菩萨的同心，跟菩萨同心，还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跟阿罗汉、辟支佛同心。要学，好重要啊。佛教跟我六合，第一个见合同解，这个要学佛。我们对于宇宙，佛法讲变法界虚空界，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宇宙。万物、万法同体，同时一个自心所生的，谁的自心？自己的自心。这是六合的根本啊。怎么个合法了？同体，从这个地方建立六合。啊，没有这一条合不起来。你看六合大家都知道，你就是合不起来。不但跟你家人不和，兄弟不和，团体不和，没有一个地方你能做到和。为什么？你没有根。什么人才能修六合？格物致知。诚意正心，就有资格修六合。没有诚意正心，凭什么合？那怎么样修诚意正心？那就得看破放下。看破是大学里所说的啊，看破是自知，放下是格物。佛跟儒，跟中国老祖宗、古圣先贤完全相同啊。所以我说，我们的文武周公。孔孟老庄如果生在印度，印度人称他们做佛陀菩萨，
释迦牟尼佛要是生在中国，中国人称他圣人、贤人，两处称呼不一样，他们是同等的层次啊，他们的大彻大悟是同等的、平等的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再回头去看看其他宗教的经典，你细细地看一遍，也是同等境界，这是恍然大悟。我在日本讲经，去访问过中村康隆老和尚，那一年是他100岁，我去看他，见面他就告诉我，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跟我说这么久，他的徒弟桥本，我离开的时候他送我到大门口告诉我，老和尚今天跟你说的这句话一生当中我们从来没听说过，他为什么跟你说啊？我在搞团结宗教，他在鼓励我，观世音菩萨32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，所以他说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。说得好啊，说得没错 啊，我们有这种认知才能够入六合敬。你要没有这个认识，对这个事实真相不了解，没法子活啊！真正晓得变法界、虚空界，就一个自性，是体。哲学里面讲的本体啊，整个宇宙一切万事万物都是这个体变现出来的。所以什么关系？同体。啊，经上常讲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无缘每一条件都是爱，无条件的爱，无条件的怜悯，悲是怜悯众生在受苦，众生受苦是自己受苦，众生得乐是自己的道路，这一点确实佛法讲的最清楚最明白。啊，下面念老居后汉祖雄传里面后汉书啊，里面有这么一句，荣荣多厚福啊。福相就是合同，真正与众生同体，自然就能和睦相处，就能包容啊，能包容，能相处，啊，能生慈悲心，这个人当然后福无穷啊！要不要？福里面包括着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这都是福。
所以你要会修福，六合见是修大福报。啊，一定搞宗教团结，一定要把那个宗教跟自己的宗教看成一体。为什么会有两个？因为众生根性不一样，他喜欢耶稣就现耶稣的像，他喜欢观音就现观音的像。啊，自己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感应道教，众生有感了，佛陀就有应了。佛陀自己没有动一个念头，我要现什么样身，我要讲什么法，没有。从来没有起心动念，讲经教学也没起心动念，妙啊，妙不可言的。啊，他讲的话是从自信流出来，自信流出来，我们叫做做真话。我们讲话是从阿赖耶流出来的，阿赖耶是假的，那换一句话是。我们说话是假话，啊，佛与化身菩萨是真话。这一句话好啊，融融多合福啊！你要财富。你要聪明智慧，你要健康长寿，你要多包容啊，你才做到。你不能包容，做不到。啊，这一句还不是出在佛经上的《后汉书》里头。那么精进融融虚空，指慎重之心合同于虚空。虚空自信的，同一个真心，同一个自信。虚空无边际，故自心无边际。虚空无一物，故自心一物。虚空一空无故，空无故，森罗万象，十方刹土，依空而生。虚空建立万物，故自心亦建立万物。无一物，故不落有边。融万物，不落空边。无一物而融万物，双照空有。融万物而无一物，则空有俱灭。从容中道，故曰摄得其中。这一段话妙绝了。诸位看了听了，懂不懂？听懂了，恭喜你！你距离大乘不远。听不懂，看不懂，多读。古人讲：“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”你就把这一段，你开始念上300遍，看看。啊，地缺有不少人，300遍、500遍免得了，通了。
啊，为什么？那个三百遍、五百遍是修定。我把这段经文念得清清楚楚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字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。啊，念的当中不夹杂妄想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老老实实念下去，啊，一遍一遍念上三五百遍，真的，哎，自然就了，明白了。这个境界，每一个讲经的人，出家在家，都有，都有这个经验。啊，经文遇到困难怎么办？啊，查注解，讲的不一样，让我们更难去学。这是什么？通通放下，一心专念。啊，这就是我不求用脑，用脑，我用禅定。不用脑去，我不用妄心，禅定接近真心，叫近极啊，近到极处，光通达，那就是悟处啊，开悟了，明白了啊，用这个方法。初学，我们是凡夫，这两种方法互用啊，应当用思考，用思考，应当用禅定，再用念经，念经修禅定啊，定与慧等于平等起作用，能帮助我们体会到。这一段文说得好啊，慎终之心，慎终两个字是指往生极乐世界的一切众生啊，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都是菩萨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也是菩萨，虽然烦恼习气没断，但是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，几乎跟阿弥陀佛差不多，我们凡夫看不出来啊，所以心之合同这四个字要记住，要把它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。要把它落实在学佛功夫上，实在讲，佛法不难，特别是净宗。为什么净宗学得这么难？就是你的心跟一切万物不合不同，原因就在此地。如果你真的合，真的痛，你求入境界就不难了。啊，合同到什么程度？合同到痕迹都不着，真合真痛，像虚空一样，这就是自然，中道自然了。
念老，用虚空来做比喻，虚空没有边际，我们自己起心动念，那个心没有边际，念也没有边际，啊，自心无边际，虚空无有，自心也无有。我们从哪里看？从电视屏幕看。电视屏幕的画面在我们面前，它有没有一物？不会看的人着相了，有啊，啊，这画面在动啊，有说有笑啊，看透了的人，频道一关，没有了。频道关的时候，色相没有了，音声没有了，屏幕是一片空白。屏幕，把屏幕比喻说能生能现，频道所生所现，能所也如，能所都不可得。啊，所以看电视的时候要能够看出屏幕跟频道融合在一起，虽融合在一起，各是各的。啊，你看频道关掉了，不妨碍屏幕。啊，它两个互相不妨碍啊，一个是如如不动啊，一个是刹那一秒钟，就是秒做单位。一秒钟一百次的生命，这个画面啊，一秒钟一百次，这个频率在波动，我们迷了，也没有在这里头看到如如不动，也没有在动地里面看到不动，里面看到动啊，能生法相是法性，法性是屏幕，法相是频道，所以真的是虚空无有，自心也无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为什么？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两边不住啊，中道不存，你真的回归自性啊，频道是妄心，屏幕是真心，真心不可得，妄心更不可得，所以世间这一切法要放下，佛法也要放下，佛法是屏幕，世间法是频道啊，真的真的东西无有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妄的东西是百分之一秒波动产生的幻想，它存在的时间是百分之一秒。那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前眼所见
耳所闻的，六根所接触的，好像真的摆在面前，它存在的时间多长？不是多少年、多少月、多少日，不是啊！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了，这一弹指，生灭多少死？320兆，这一弹指，一秒钟能弹多少次？有人告诉，可以弹7次。我相信可能啊，我一秒钟大概可以弹4次，有比我年轻体力壮啊，弹得快的弹7次可能，那320兆乘7就是一秒钟得出的数字，2240兆啊，单位不是千，不是万，是兆，一秒钟，概念都没有啊！它太快了，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相续相，一个一个接着相，那不相，相续是相同的，它不同，每一个画面都不一样，没有两个画面是相同的，所以告诉你假象啊！你真正搞明白、搞清楚了，你才会放下，放下所有的负担，让自己回归到无一物。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念佛法也放下了，你真成佛了。你还执着有个佛法，你还是凡夫，你成不了佛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入般涅槃的时候，把自己49年所说的一切法完全否认。啊，说有人说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，那叫谤佛。49年一个字也没说。这我们现在对这句话有一点概念。啊，心相两边都不能止住，都不可以起心动念。啊，自心也无有。这两边不落，双遮双照。真正明了，通达明了，说有说空都没有说错，没有真正放下，说空说有都有问题。啊，所以中道是菩萨不落有边，也不落空边。啊，这你说得好，无一物不落有，容万物不落空。啊，无一物而容万万物，双照空有，就是一空一有。容万物而无一物，则空有居民。啊，空有
都不存在。从容中道，故云是得其中。啊，是指恰合。啊，得指其会。中就是讲中道，如《金刚经》云：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”无住就是生心，生心就是无住，这叫中道。这是什么人？菩萨。这是真明白了，真放下了。啊，大乘佛法就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。啊，无住生心，无住是心里头痕迹都没有。啊，生心是起心动念，佛菩萨普度众生。啊，他的本事就是身心同时有无住，这就是在高明处。那我们凡夫身心不能无住，无住不能身心，啊，心里头一定要有住。那些人的功夫，这讲到的菩萨的真功夫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这是自信般若观照。啊，心里头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啊，我们凡夫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啥来？落印象啊，阿赖耶里面就像一个仓库一样，储藏室，这个印象就放在里头，永远不会失去。遇到缘，他就起心心，无量劫前、无量劫后，都在其中啊，妄心呢、啊？啊，眼看、耳听，都收在里头，存档了。啊，遇到缘，它就起现行。这个缘就是十法界，啊，四圣法界，善缘，成佛道度众生，反面的是我缘，我缘就是十法界六道轮回，他就现这个东西。我们今天是在他现的六道里头的人道啊，佛对于十法界的人道特别赞叹。为什么？这一道的众生容易觉悟，容易教化啊，其他道的多难
为什么？执着特重。那我们这有执着比较轻，还有机会能够觉悟。其他道理的觉悟很难，天上人太快乐了，乐多苦少，把这个事情忘掉了。你叫他修行，他叫他很受罪，很苦，他不愿意干。三恶道太苦了，都不容易接受，唯独人道，苦多乐少，容易就所以佛出现都在人道天道他也去，三恶道他也去度化众生，让众生真正有成就，能够超越人道里头的机会最多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我们要学的这两句话是它的中心核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为什么？无住跟生心同时，不像凡夫，凡夫无住不能生心，身心不能无助就是他有所助，他就会身心。凡夫啊，菩萨的本事了不起也就是说他能放下，凡夫放不下，他彻底放下，无助就是放下。我们一般讲不落印象，凡夫落印象记在心里，提起了知道菩萨不放在心上，菩萨的心干净，经上讲清净平等就，这是佛菩萨的心，我们要学清净，不受染污，平等，没有分别。为什么？一体，一心一体，有什么好分别？所以他能够不落影响。我们凡夫见色落色的影响，闻声的闻声的影响，没有办法不落影响，他们的功夫就不落影响，比阿罗汉辟支佛高阿罗汉辟支佛做不到。中表相应，中是内心，表表现于外，菩萨心起中道，得于中而行于外，故表里也如自然相应，不必安排造作，所以叫自然验证。自然两个字意思很深，意思很广人真正到了大，跟大自然融成一体，其乐无穷
啊，为什么呢？念头都没有了。我们没办法跟大自然融成一体，就是有妄念。妄念舍掉，是从根放下了。啊，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。